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季瑶那个贱丫头，怎么还没来呀？不好了，爸妈，季瑶逃婚了！逃婚了？季瑶，你居然敢逃婚！司机，给我抓起来！ 喂，季在哪？季总，这就停在路边。先生，这是老爷子给您安排的联谊对象的资料，他现在应该就在婚礼现场，您确定要逃婚吗？开车。你是人，下去。小姐，你走错了吧？这不是婚车。季总，你去哪了？不好意思，上错车了。 帅哥，能不能再回一程？哎哎哎，你松手，你松手，松手！你喷了什么东西？药，先生对女人过敏。夸张？一点都不夸张，不信你看。哎，红疹呢？我对这女人不过敏。 开车。今日本市季家和富家联姻的大喜之日，可新郎新娘双双缺席，真是帝都第一大笑闻。下车。哎，你认真讲。副总，你终于对女人不过敏了。 晚上给我找几个女人，副总终于开窍了。哎，够了，副总，您选哪个？还是一起？闭嘴！你过来！滚！ 走走走走走走走！逃婚给你累成这样了，你说你这些年受了多少委屈？你自幼丧父被你妈送出国，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你爷爷又突然去世，家也被占了，季饶，你就应该用你鼎盛集团总裁的身份打贱人。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 属于我的一切，我都会夺回来。可你跟傅家的婚事，逃得了一次，哪逃得了第二次？你帮我找个男人，找什么男人？赶紧回去睡觉。房号3002。 房间是多少来着？哼，是姐姐。哼，露露这么快就给我找到了男人。 谁？是我，我是你的金主爸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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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是？但是南宫官，昨晚我这么疯狂的吗？我好变态呀！喂，睡得怎么样啊？精神还行啊。
什么技术？谁的技术？你给我找的男公关呀。什么男公关啊？还公主呢？我没给你安排男人啊。你在哪儿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是不是睡错房间了？啊，睡错了。这么帅的男人睡错了也不亏，时间尺寸都不错。银竹爸爸睡完就跑。不好意思，睡错人了。过来，解开。松手，找过来解。昨晚弄疼你了吧？为什么我只对他过敏？脱了。你还想要？那个，你怎么收费的呀？免费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I love you, baby. 什么？麻烦。季家那个女人，老爷子想娶就让她娶吧。嫁给你，与其嫁给傅家那位废物大少爷，不如嫁给他，起码看起来舒心。好，不过要签婚前协议。可以。傅总，有准备一份婚前协议，我要结婚。啊？和谁？你不是昨天那个逃婚女？季小姐与傅先生的婚姻有效期为三个月，不可违约，不可续约，期间可以同房，但不可以同床。哎呀，真啰嗦，不然能吃了他不成？友情提示傅先生，千万别爱上。你也是。二位可以去领证了。金兰，你个贱丫头，你居然敢逃婚，跟这个野男人结婚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！给我松手！松手？让你打我老婆吗？看来有个老公当靠山也不错啊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是不可能嫁给那个废物的。你不嫁谁嫁？谁爱嫁谁嫁，实在不行，叫妈去。这是什么混账话你！先生，我姐姐是克星，她克死了她爸，还有她爷爷，你就不怕被她克死啊？那就等克死你全家，我再考虑离婚。我们走。这个穷小子，口气好大呀！如烟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妈，季饶现在翅膀硬了，他居然留着季饶。迟早是个祸害，要么让他嫁我，要让他去死。如烟，你才是妈的亲生闺女，妈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呀！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季瑶抓回来。傅远琛这个孽障，居然敢离婚！爷爷，大哥他真不识趣，一个残疾能娶到季家的千金，也算是高攀了。傅高阳。我的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？我的婚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？我说错了吗？你残疾物能入赘季家是你的荣幸。哼，我已经和别人结婚了。什么？你赶紧跟我离婚，不然我派人挖了你母亲的坟。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，不劳你操心。我们走。对了，大哥。今天晚上我的相亲宴会你一定要来呀。爷爷有意让我娶鼎盛集团季总为妻。是吗？那提前恭喜你。我们走。要不是我急着向傅老爷子道歉，我今天真要打死你这个小贱货。我让你跑。你害我进厂买多久啊？傅家人都快骑到您脖子上为非作歹了。不急。来。谁在闹事？是季家人，我让人把他们赶走。哎呀，说话，阿婆。
那是傅家的残疾大少爷。跟我回去。二位找谁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带我女儿来跟傅老爷道歉。我们老爷回老宅去了，请离开吧。走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贱人，跟我回去。走。傅总，如果傅高阳真的跟那个鼎盛的女总裁结了婚，怎么办？那就让他俩一起死。夫人，他怎么从傅公馆跑出来了？难道他？又见面了，谢谢你啊。你是从傅公馆出来了？啊，对啊。听说傅家的人……我只是傅家的一个小保姆。出门在外，伤害自己给。小保姆，我怎么不知道家里还有这么一个小保姆？嗯，小保姆很辛苦的，就包养。包不了，没钱。你坐着豪车，你说你没钱？老板的。那你是干嘛的？男公关。为富而包养啊。是啊，今晚七点，富氏集团将举办一场盛大的相亲晚宴。富氏集团两位少爷以及鼎盛集团的季总都会出现在现场，让我们期待此次相亲盛宴。鼎盛集团的女总裁最讨厌，你才讨厌！我又没说你背后嚼人舌根，你就不怕被口水呛死？一个月经不调、手段阴毒的老巫婆，不提也罢。哼，我很规律。那家里的钥匙，今晚我参加你应聘。巧了。我要去参加宴会，打扫卫生。哼，开车。富氏那些小额股份收购进展如何？喂，露露，你在哪儿啊？祖宗，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看错了。先生，您的轮椅呢？前有一位富家人看到。没事，她是陆氏集团的大小姐。陆氏大小姐，这又不是蒙面舞会。我现在是鼎盛集团的总裁，我得保持低调。听说陆氏的二少爷要攀附你，要不傅家这两位少爷你都拿下。我已经结婚啦，我的姐牛啊！快看看快，傅家人来了。真好奇，那个富家大少爷丑到什么程度？季柔，你快看，好帅呀、啊！你亏大了，你不长眼睛啊？季柔，你快看，好帅呀、啊！你亏大了，你不长眼睛啊？分明是你瞎！我去趟卫生间。欢迎大家参加此次相亲晚会，既然是你的相亲会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哼，等我和鼎盛集团的季总结婚，你就等着被赶出家门吧。你干嘛？滚开啊！请你自重点啊，这里是男厕所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装什么清高啊？不就个男公关吗？姐包养你啊，嗯，啊，你谁呀、啊？我劝你还是从良吧。好，刷完马桶早点回家。刷马桶。有请陆氏集团陆大小姐上台。陆大小姐今年芳龄23岁，毕业于哈佛大学。她是陆家大小姐，那她是谁？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，鼎盛集团的总裁，全国女首富上台。有请鼎盛总裁上台。
真能摆架子。您就是鼎盛集团的总裁？你在跟我说话？我不是。全帝都只有鼎盛总裁才能拥有无限黑卡。如果能嫁给富家二少，就算他最后知道我不是妓女，也来不及了。对，我就是鼎盛集团的总裁。鼎盛的仇家找到这儿来了。人呢？傅大少刚才还在这里。傅大少，我的前任未婚夫。相亲宴会结束，堵他的车，捅死他。滚开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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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娘们儿在偷听。降低住气吧。瞎子，看心的紧。阿道，他的确又聋又瞎，他也不可能跑到男厕所里。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副总，二少和鼎盛的季总要成了。去，听听他们在聊什么。是。今晚我一定让这位女总裁好好的伺候。攀上傅家最受宠的二少，我这辈子有靠山了。二少，我想劳烦你帮我一个忙。好，我定赴汤蹈火。副总，季总是二少的人，娶人了季大小姐。季家大小姐，我的未婚妻。当初逃婚多少对不起她。打通电话，季玉言。喂，这是你考耳声。喂，这是你考耳声。他敢挂我电话，再来一次。回家。你那个人渣妹妹居然拿你的黑卡冒充你。林如烟，黑卡居然冒充你在这吊凯子，老娘去扇死不行。你又有什么鬼点子啊？跟你说，鼎盛的季总快过生日了。是吗？季总的生日是哪一天啊？我们好提前准备礼物。季总是1999年6月6日出生的呀。这张卡的密码不会是199966吧？那陪我演戏的报酬呗。二少，今晚我想与你单独聊聊。我正有此意，没有想到鼎盛集团的总裁又傻又好。慢着，你确定你是鼎盛集团的总裁？启饶，听闻鼎盛集团的总裁琴棋书画、骑马射箭样样精通，你怕是一样都不会吧？你敢质疑我？你的身份是真是假，比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比什么？比射箭。哼，比就比，只要我赢了就没人敢怀疑我。好啊。启饶，你要干什么？过去看看。林如烟，我要揭穿你的真面目。坏我好事的人都得去死。是他？他不是在刷马桶吗？不想再被抓去和傅家结婚，就把嘴给我闭严了。这个贱人就是个刷马桶的，她老公啊可是个男公关，做了那个侮辱夫人的女人。原来是个佣人呀，去给我倒两杯醒酒茶去。龙啊，去啊。好。等着，让你哼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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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不会真的来找我算账了吧？傅大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认识我吗？谁不认识傅家的残废大少爷？拼个报应，该认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婚，勿扰。今晚的消费由我鼎盛集团的总裁买单，男人刷卡。林如烟，我让你过足全国女首富的瘾，希望你最后别哭着求我。余额不足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张卡里有上千亿。季总，林如烟用自己的钱垫付了。还不够，我要让他一无所有。现在的南宫官这么有钱，上亿的豪宅租的。走吧，二楼。你住楼上的房间。你不和我住在一起。你干什么？怎么忘记结婚协议了？如果你想和我睡在一起，我是不可以的。不要，我先去睡了。哎，那是我房间。这间客房怎么阴沉沉的？人呢？什么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别叫，你别叫！你先穿上，走。你要干什么？首先，这是我的房间；其次，这是你的快递。你帮我打开。是我闺蜜寄过来的睡衣。小姐，你的品味很独特。什么呀？快给我打开，我穿呢。啊？好吧。那，你自己穿，我出去。那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，你到底穿了没？当然没有，我偷跑出来了。来，干杯！今天是我的告别单身夜，干杯！哇，是你的告别单身夜，来，去你的。谢。这破面具有什么好戴？有什么好戴的？全场由全场由季大小姐买单。你也在，过来坐啊。上了面具，千万别暴露我身份。我老公来了。哎，我等会来一个朋友，往里面坐一点。刚刚傅大少说为全场买单，你认识他？啊，不熟。刚刚我听你和鼎盛的总裁一起喝酒哦。不认识。那件衣服你还没有穿给我看。谁要穿给你看？帅哥，喝杯酒。滚。我有老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对别的女人过敏。带老婆来喝酒有病吧。慢走不送。傅云川，你离那个傅大少远一点，他不是个好人。不是好人？我欠过他工资吗？又丑又凶，他那双腿就是勾引有夫之妇被别人老公打断的。你认识傅大少？
他是我钱。钱什么？老公，不好意思。副总，夫人不会被人下药了吧？回家。你去哪？回我房间呀。好吧。记得吃药啊。你应该穿那件衣服再爬上来。副总，其实您可以不用亲自来谈判陈东的项目。鼎盛集团屡屡抢走我们的项目，是时候去会会这位鼎盛集团的女总裁。季总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这是股东们一起送你的钻石项链，价值千万。总裁，忠诚的百亿项目谈成了。总裁，百盛集团的董事长送您十套贵族院的房子，请邀您赏脸共享晚餐。严长官，总裁，副总，鼎盛的总裁到了。怎么会是他？总裁，夫人。放松开你！季饶，嗨，老公，你在鼎盛打扫卫生，多打几份工嘛。哎，奇怪，鼎盛的老总明明到了，现在去哪里了？你们先忙啊，我去打扫卫生间了。他怎么来鼎盛了？朱燕，认识你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你竟然是鼎盛的总裁啊！以前怎么没听你说哎？我喜欢低调。李夏，季饶，你在鼎盛刷马桶啊？让开，朱燕，这不是你同母异父的姐姐吗？怎么在这刷马桶啊？恶心死了！想过去啊，可以啊，从我脚下爬过去。啊！呸！贱人，你敢踩我！假货！什么假货？闭嘴！立刻跪下给我舔鞋！凭什么？就凭这里是鼎盛集团，而我是这里的老板。你说是就是。那么这么说来的话。但我也是鼎盛集团的总裁。你鼎盛集团的总裁，你就是这上家犬啊。季饶，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爸爸跟你爷爷死没死？你爸是被我们异化了是吧？我爸果然是你们害死的。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林家的家产是从哪来的？都是从你爸那抢来的。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我要看你们为我爸偿命！偿命？志饶，你没有证据。你亲妈现在一心为我林家，现在就送你下黄泉，去和你爸团聚。怎么办啊？都给我闭嘴！我是鼎盛的总裁，杀个人算什么？你，把他给我拖起来！什么？侯师？副总，怎么了？动作快点！你们两个把嘴给我闭严了，否则让你们父亲滚出鼎盛集团！放心。跟上前面那辆车。
季饶，你是被车撞死，不是我杀的。不要，不要！别怕，有我在。不要这。不怕，有我。抱紧我。都吓死我了。哦，副总，夫人刚刚好险。谋杀季饶的人是谁？鼎盛集团总裁林如烟，也是你前任未婚妻季大小姐的妹妹。妹妹？副总，会不会是季大小姐知道了夫人的存在，所以才……有这种可能。但是鼎盛集团这个总裁绝不轻饶。这是鼎盛总裁生日宴会的邀请函。那就让他的生日变成忌日。林如烟冒充我举办生日宴会，他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个身材，捡到宝了。你故意的？起床，陪我去参加生日宴。现在？怎么要去刷马桶？没时间啊？嗯，好，小心伤口啊，赶紧穿衣服。公主请上车。你不是去宴会了吧？你穿这身去刷马桶？公主包袱。你这条项链高仿，等你过生日送条真的。开车。花其他富婆的钱给我买礼物，我才不要。对了，你去哪儿刷马桶？九龙大酒店。巧了，夫人，我们也去九龙大酒店。别废话，开车。这是1000万支票，拿去花。鲁燕，你对我们可真太好了。鲁燕，以后你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。这点小钱算什么？他让你去杀人，你就去。哎，季饶。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但是他明明已经断气了。闭嘴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找你偿命。臭刷马桶的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你也不看看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这里是鼎盛集团总裁林如烟的生日宴会，我是鼎盛集团大股东王总的女儿，你不配知道我们的名字。王小姐。我的鼎盛集团什么时候？你的鼎盛集团，你的鼎盛集团，季饶，你是在做白日梦吗？我看做白日梦的是你吧，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当初我就应该亲眼看狮子碾碎，败类！我要让你哭着跪着求我！我不仅是败类。我还是个杀人狂，可那又怎么样了？现在人人都敬仰我，因为我才是全国女首富。放开我，林淑烟，你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！我要夺回季家的一切。你谁能让我下地狱？你吗？这条项链怎么这么眼熟啊？这条项链不就是我们爸爸送给鼎盛集团总裁的礼物吗？难道这个女人真是？难道季饶真的是鼎盛的总裁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是假冒的？林如烟，这些天你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，穿我们的，难道你才是那个骗子啊？闭嘴！不是给你们支票了吗？两张风投支票也信啊？真是两个蠢货！林总。外面宾客都到了，是不是让他们进来？让他们进来吧。您是？鼎盛集团总裁季饶。项链是假的，你也是假的！你给我出去！这是我的生日宴会。这个鼎盛总裁怎么回事啊？还不让宾客入场？好大的架子啊！哼，人家鼎盛总裁就有这个本事。大哥，你说你这残胳膊断腿的，来凑什么热闹呀？你看，这是鼎盛总裁送给我的百达翡丽。你笑什么，二少？你那两块表
不是假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是鼎盛集团总裁送给我的表，怎么可能是假货？不知道总裁是否喜欢我们众筹送的百亿项链啊？放心吧，马助理说季总很喜欢。对了，我女儿私下跟季总关系还不错呢。是吗？那恭喜马总了。季总，林如烟为什么送个假表？二少，去看。因为他打肿脸充胖了。我在给鼎盛集团的总裁讲，你个臭杀马腿子，插什么嘴呀？派人把傅高阳的胳膊拆了。放肆！竟敢冒犯鼎盛总裁！保安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拖出去。傅总，夫人，他好像是鼎盛的总裁。王总，您说这个臭刷马桶的是鼎盛集团的总裁？什么臭刷马桶的？傅二少，你们季总知道你这么愚蠢吗？季总，我们送您的项链，你还喜欢吗？爸爸，项链摔坏了。怎么会？他骗我们说他是鼎盛集团总裁的。你是什么人？敢冒充我们季总？臭子！林如烟，你说过不要让你跪着哭着求我。季总，这个臭娘们冒充你，跟进得到。季柔，你姑姑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能放下私人恩怨吗？我们是一家人。放下？我要让你承受我爸死去前承受的一切。季柔，你去死吧！小心！傅大少，你受伤了？不要紧。臭残疾，你女人是季家的娘人，在这里勾引鼎盛集团的总裁，不撒泡尿照照你的鬼样子！臭的什么？季总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是被这臭娘们骗的。季总，饶了我吧。林如烟，我限你三日还给我这条钻石项，否则三日之后便是你的忌日。慢点，你不帮我处理一下伤口？喜欢演戏是吧？陪你演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已婚勿扰。这个男人不会看我是鼎盛的总裁还想要跟我结婚吧？这伤是为了救你受。我给你消毒吧。很疼吗？吹吹就好。怎么样？好人才，帅，很帅。傅大少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已经有老公了，我是不可能和你结婚的。你还挺自恋，放心，我也已婚。那我们以后互不干扰，再也不见。傅总，老爷子让您尽快和戚家大小姐完婚，怕您攀上鼎盛总裁，殊不知鼎盛总裁就是您老婆。明天约戚大小姐出来，我要亲自和她谈谈。要是那个女人逼婚怎么办？那就废了。我懂不懂飘摇你呀一根中的小懒猪，该起床了，上班该迟到了。哎呀，我在说过，我是老板，谁敢说我迟到？老板，你听错了，我就是一个小保姆，兼职刷马桶的。你看什么啊？你喜欢裸睡啊？我去上班了，慢点啊！约到季家大小姐了吗？让她在天成咖啡馆等我。那个女人怎么还不来？不想退婚？给她打电话。喂，小夏。啊？
差的，你给我出来！我说是谁这么瞎呢？原来是你啊，我的好姐姐，那堆破烂就是你的碎片啊！你故意开车撞我，我本想撞死你，哪知道你命这么大。你没钱还我项链，却有钱开豪车，老赖！你说谁老赖呢？你是我亲姐姐，算这么清楚干什么？就是个破项链。季饶，你最近最好小心点，说不定哪天又发生了意外，比如现在，就要划烂你的脸。夫人，车，我出车祸了，好痛！你放开我！哪来的疯子？住手！冯总，他就是那个抢了我总裁位置的姐姐，你快教训他！臭婊子，我打死你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！带你的片头，滚！他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，他是我家上班族的情人，我马上辞退他。冯总，你说过要娶我的。闭嘴，贱人，滚！林如烟，不是你的东西，你永远都得不到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，不配。我们走。季柔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，我的。老公，你还做婚庆呀？这么多婚车。哦，做点副业。刚刚那个冯总，他为什么这么怕你啊？他不是怕我，是怕他老婆。他老婆？客户。你的客户？啊，不，他的。这卡里有钱，你随便花。你把你的那个工作辞了吧。谢谢老板。哦，对了，你的电话怎么跟那个女人一样啊？难道她是季家大小姐？哪个女人？季。哪个女人？难道她是季家大小姐？季。冯总，不好意思，是我搞错了。夫人的号码是6699，那个女人的号码是9966。我准有下次。是。哪个女人？傅元春的青梅还是白月光？该不会是前妻吧？怎么了？那个女人是谁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碰到了伤口，没有大碍。啊，对了，我有个前任未婚妻，她要逼婚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死女人，尾号9966是吧？给我等着。找到那个女的吗？找到了，电话已经打过去了。喂喂，喂，傅远琛的前任婚妻是个中年女人。富婆都喜欢小鲜肉啊。刚打电话人是季总嘛，找到手机生气了。怎么办？办了他。季总，我觉得这次正好是考验你老公的机会。好，要是傅远琛和这个老女人藕断丝连，我就休了他。季总，肯定是想我了吧？我爷爷让我给你联络联络感情，又让傅二少跟我联络感情，傅家那老爷子是疯了吗？出去，我和你不熟。不熟？你可是我魏国门的大嫂啊！季大小姐，今天我必须把你拿下。季总，尝尝这个咖啡吧，很香醇。快喝，等药效发作了，我让你哭着求我满足你。我从来不喝陌生人的东西，怕被下药。
季总，我怎么是陌生人呢？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。你配吗？我不配。季总，放眼全国，只有我最合适。我大哥，他就是个无耻的变态，将女人视为玩物，不如我会心疼你。而且以后我可是傅家的家主，等我们结婚了，你把鼎盛集团交给我管，我来用。继续说。还有你这个穷鬼老公啊，他就是一个下贱的男公关，身上不知道多少病毒呢。季总，玩一玩可以的。结婚的话，我暂时就下不去。闭嘴！你狗女人，臭女人，你让人想和我结婚，简直就是狗屎！啊！老妹儿，现在就上去，让全公司人都知道在办公室。你上来！你放手！你住手！二少，你放肆！狗奴才，回去偷你娘臭残疾去！人，你这想玩我？这不想了，不想了！哎呀，季总，好疼！你配我和我开玩笑吗？啊！啊，好疼啊！求求你了，季总，放啊啊！人渣败类！你和我善缘，活腻了！啊，疼了！看到吗？这就是惹我的下场。看到了，我老婆最棒。哼，那当然了。那我去打扫卫生间了。来，放我上来。海中呢，季总。其实我不是故意骗你的。我只是怕我花你的钱，不是、啊？嘿嘿，女人的嘴。喏，这是你的卡，还给你。这是我的卡，里面的钱你随便花。对了，你那个前任未婚妻是个中年女人。中年女人？我给她打电话了。哎，要不要我当着你的面给她打电话，解释清楚？喂，我不可能和你结婚，我很喜欢我的老婆，我们不可能。这男人说什么？什么结婚不结婚的？林如燕，你找我合作？傅大少，我帮你得到季饶，你帮我嫁给傅二少，你应该知道季饶是鼎盛集团的总裁吧？以他的身份足以让你在傅家的地位超越傅高阳，你舍得失去他吗？失去他。当初季饶抛下你逃婚，跟这个男公关怎么？季饶逃婚抛下我，季饶就是我的前任未婚妻，季家大小姐。你让我杀了哪个男人？你。要不你帮我杀了我自己？我不要，是季饶的老公，你是傅大少，你居然能站起来！林如燕，只有死人才不说。傅大少，你没有本事杀我，你这种废物只配给傅高阳提鞋。用不用坐点？傅总。也是你这种货色辱骂的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放过我。林如燕，我警告你，不该说的不要说。季饶是我的宝贝，你要是再敢招惹他，我让你错不了。聋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一定守口如瓶，不会再招惹季饶了。我们走。季饶，废物老公居然是天之骄子，我要让傅家人都知道。我不说，我什么都不说。你这是什么？啊！是你的好女儿季饶害的，杀了他，你就杀了他。如烟，你这浑身的伤是季饶弄的？爸，我要杀了季饶，你去杀了他。要不是他，我就不会，我就不会变得跟男人。你这是什么了？我
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，说了我们会死的，我们全家都会死的。女儿，你别怕，妈会帮你对付他的。只要季瑶消失了，鼎盛集团的总裁就是你了。张总、李总、赵总，我知道你们喜欢多人，所以呀，我特地叫了我姐姐来服侍你们。我姐可是集团老总，女强人没玩过吧？嗯。我是说失业，姐姐，妈妈说了，让你服侍好三位老总，你们好好玩啊。沈妹，你不要干什么呀？季瑶，等你被玩坏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当副大少的宝贝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张总、李总，这两身材可真好啊！咱们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块上啊？哎呀，人家是一个个来，然后一起上啊！我还是第一次玩泡，我要把它弄下来，放到网站上去。干什么？想跑啊？陪我们玩玩好不好？想玩是吧？好啊！早给他放手！不要过来！喂，马上过来，把那个烂女人给我卖到泰国去。事成之后，500万马上到账。季饶，这辈子你都别想活着回来了。你们就是 A 国鼎鼎大名的 FU 集团雇佣兵？那个女人在里面。录像是吧？发网上是吧？啊！我再也不干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聂如烟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看回去怎么收拾你！臭婊子，你可把我们害惨了！季总，求您放过我们。愣着干什么？抓住他！你让我把这个女人卖到泰国，你想我死吗？抓起来！我让你们抓季瑶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带走！哎，放开我！带走！大少，林如烟，看来你没把我的话放在眼里啊，副大少。傅大少，我刚刚跟我姐姐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好啊，那我也把你送去泰国。傅大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不要把我送去泰国。等我们把季饶卖到国外去，就有一笔丰厚的报酬。如烟，是你？他就是季饶的老公。穷小子，敢打我女儿！林如烟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你捡我命就闭嘴。再有下次。没有下次。我们走。喂，顾二少吗？我是如烟。你是说你有一个未婚夫？喂，是。前任未婚夫。哦，是吗？我和那个傅大少就见过两次。老公，你放心，我真的特别不喜欢那个男人。不喜欢啊？傅家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那个傅大少就是个禽兽，老喜欢折磨女人，是渣。这个傅家大少爷其实他蛮……
子平杨子竟然背着我培养势力，想吃到头上是吧？今天我就弄死你！门一打开，我按住傅远春，我要敲碎他脑袋。是，傅远春，开门！傅远春，给我开门！吵死了！这帮废物，给傅远春和家栋的弄错。哎，季总，哎，季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这是要杀人灭口啊？臭婊子，找到机会，我非杀了你不可！啊，季总，上一次多有冒犯，今天特意登门赔罪。滚！既然季总不欢迎我，那我就改天再来登门赔罪。改天再来找你玩。走。刚刚敲门的人呢？死了。二少，好像在大骚的声音。我不罗，该死！他们俩竟然搞到了一起。傅远琛竟然是季饶的老公。二少，大少好像能站起来。季饶不知道他是薄大少。走，去鼎盛集团。你说什么？鼎盛被砸了？谁干的？傅大少？谁干的？傅大少？我先回公司处理点事情。啊，好。副总，高阳在外面一直打着您的名号，一直欺负夫人的人。看来傅高阳什么都知道了。副总，要不你还是和夫人坦白吧。先解决傅高阳再说。回傅家。傅大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季总，傅大少人警告你，让你跟你丈夫尽快离婚。走，去傅家。高阳啊，爱福集团的总裁准备和我们傅氏合作，作为继承人你要多多讨好爱福总裁。爷爷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伺候好爱福的总裁。傅高阳，爷爷知道你得罪了鼎盛的季总。怎么回事？得罪季总的人是你。爷爷，大哥一直在装残疾欺骗我。你装残疾，不管他是真残疾还是假残疾，今天我就废了你。不管他是真残疾还是假残疾，今天我就废了你。住手！这么玉佩哪来的？传世玉佩怎么会在他身上？捡的。给我。当初我杀了季老爷子，就是为了这枚足以调动 A 国所有财阀势力的玉佩。这是我的东西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把玉佩交出来！我回来不是让你们抢我东西。傅远琛，我知道你在暗中培养势力，你这残胳膊是拗不过大腿。我命令你马上跟季总离婚，这个娘们儿我玩定了。F 集团雇佣兵向大少请罪。陈大哥，是你，你是 F U 集团的总裁，你是 F U 集团的总裁。倘若这个废物真的是 F U 集团，你 F U 的总裁，呸！傅远琛。你以为你找几个臭流氓在这装腔作势都能吓着我了吗？这东西大少老天找死啊。哎，够了，毕竟是我的亲弟弟。傅远琛，你到底和 F 院集团有没有关系？爷爷，他不可能是 F 院的总裁。把玉佩交出来，跟季饶离婚。这枚玉佩是一位老人临终前交给我的。难道杀害这位老人的凶手是你？嗯，混账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您心虚什么？我们走。陈，傅高阳，再敢招惹季饶，我让你五马分尸。二少，季饶来了。大哥，季饶知道你为了抢这个玉佩杀了他爷爷吗？爷爷生前去过哪里？
见过什么？老先生生前确实来过傅家。傅大少，果然是个心狠手辣的人。季总，你要干什么？杀了他，为爷爷报仇。傅大少，今天我就要让你给我爷爷偿命。对了，最近那个女人有动作吗？她要是敢再招惹我老婆，就做了。她要杀我，我什么时候招惹她老婆了？那女人向傅二少献了您一部分实力，死不悔改。去，把她带过来。明白。我要你偿命！你，你，你知道，你藏起来。你不是残废。要不，你检查一下，捉弄捉弄他还挺有趣。你放开我，败类！我要为爷爷报仇。嘘，我没有杀死季老先生。那我爷爷的玉佩为什么在你这儿？怎么，承认了是吧？不爱动，败类，忍着，你放开我！嘘，别说话，小点声。师父，看我都没用力。我松开，你别叫，他们等经验了。爹，呀，把玉佩还给我，那是我爷爷的遗物。玉佩在我口袋，你自己掏。掏？谁嫁给你这种男人，谁倒霉？在哪儿？在我裤子口袋。我其实真的很想亲你。刘武是大少，大少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大少，你们继续。没脸见人了！你这么轻浮，你老婆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还很享受。哎，干嘛呀？这个玉佩是爷爷的宝贝，谁拥有它，就能调过 A 国财阀的势力，所以你才杀了爷爷。宝贝，你把我想得太龌龊了。你管谁叫宝贝呢？你啊，你是我的未婚妻啊。你我都已经结婚，我们以前的婚约作废。既然你说你不是凶手，那是谁？那有没有可能是林家，或者傅家，亦或者是？是他们联手杀了我爷爷。还是你聪明，不愧是我老，不愧是我前任未婚妻。你知道吗？其实那枚玉佩，真的。姐姐，我们是一母同胞啊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在干什么？姐姐。之前我鬼迷心窍，屡次伤害你，我现在已经自毁容貌了，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没时间陪你演戏，季饶，你快带我离开！我告诉你杀你爷爷的凶手。爷爷，你还干什么？快带我走，走。站住！凶手是谁？季饶，老头子都死了。少废话。你捅死我父亲，摔了我的项链，这几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真当我是软柿子？你放开我，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是被傅家人，还有谁？还有我们林家人啊！放开我！我终于拿到这枚玉佩了。你们杀了我爷爷？是啊。当年我爸联手傅老头子，一刀把季老头子捅死了。谁让他死之前一直抓着这枚玉佩呢？他该死！张妈给你买的意外保险，我们都在盼着你死的这一天呢。以后你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卑鄙！傅卑鄙怎么才会人上人？喂，安少，玉佩已经到手。
现在就杀了金柔！季王，你不知道吧？傅大少，他其实……别别，找死！季柔，季柔，你别睡，挺住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囚禁起来！我有预判，谁敢动我，我可以调动财阀势力！什么？林如烟被劫走了？谁干的？一定是傅二少。他们联合起来杀了我爷爷。你头还疼不疼？我爷爷的玉佩被林如烟……放心，我会安排人抢回来的。傅大少，你好像并不是传闻中的那种性格。是吗？那你喜欢吗？把我手机还给我，我跟我老公报平安。啊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哎，我老婆，挂我电话，难道在逼复活？哎，干什么？你爷爷的事情要紧。大少，少夫人，我跟他们没有关系。都已经亲过嘴了，还没关系？要怎样才有关系啊？怎么了？林如烟正在宴请那个各界名流，参加他的那个财阀召集宴，届时整个 A 国的财阀都将听从他的指挥。啊？顾总，时隔二年，玉佩终于出现了。这就是我失藏了20多年的亲妹妹。是的。他就在帝国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帝国接他回来，认祖归宗。对了，带上千亿礼物，10000地产，去迎接我们顶级财阀顾氏家族的继承人顾家大小姐。季柔，那个贱丫头命可真大呀，这意外保险就泡汤了。哎呀妈，等我召集的财阀势力立马派人杀了。现在女儿出息了，现在可是人上人。林如烟，谁让你独自霸占玉佩的？把玉佩给我！我惹了不该惹的人，没有玉佩傍身，我连命都保不住。玉佩给你，你能保护我吗？我能保护你，如烟，把玉佩给我。休想！林如烟，你别不识好歹，当年动手的是我，玉佩是我的。当年要不是我妈活罪季老头子。你们能有机会动手吗？你们果然是杀害我爷爷的凶手。我要让你们都给我爷爷偿命。季饶，你污蔑我。污蔑？当年我爸联手傅老头子，一刀一刀把季老头子捅死了。你们都是凶手。既然你找死，我是玉佩持有者，现在我要召集所有势力斩杀既然。既然你永远都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你们给我按住他，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。夫人，你听好了，你们干什么？我才是玉佩持有者，你们应该听我的。我们大少警告过你，不要招惹我们少奶奶。傅大少，谁是他的女人？跟我们夫人磕头。放开我女儿！你们那个顾大少，他就是个残废狗屁。滚开！顾老头子，我把玉佩给你，求你救我。就算 FU 集团的总裁是鼎鼎大名的傅大少，但那是你孙子，他会听你的。傅远辰，臭残疾！冒充 FU 集团的总裁上瘾了是吧？你要是 FU 集团的总裁，把头扭下来当貔貅是吗？我是你跪下来求见都见不到的 FU 集团总裁，只能站起来。他不是季饶的那个穷老公吗？怎么就是傅大少了？总裁，我老公和前任未婚夫是同一个人。老婆，傅远辰，是我。
你们谁要杀死我老婆？顾远辰，谁让你在这撒野的？季饶，他就是个骗子，还冒充FU集团的总裁。我现在就给 FU 集团的总裁打个电话，拆穿你这个骗子。傅高阳，现在是不是该割下你的脑袋了？别！ 他真的是家产万亿的 FU 集团总裁，月月，他是 FU 的总裁傅远辰，我要召集财阀势力灭了你这个孽种。爷爷，你老糊涂了吧？那名玉佩无法调动财阀势力，不可能！我和高阳为了他杀了人，怎么可能无法召集？既然您承认了，那就陪傅高阳。 去警局坐坐。来人！大哥，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想进监狱。来人！大哥，臭残疾，孽障，你该死！你杀死我母亲，害死我妻子的爷爷，该死的人是你。林如烟，你欠我的账该还了。对不起，我的心。 和你的血一样黑，季饶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你饶我一命好吗？季饶，你跟如烟其实不是两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和她不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？不是，你不是我生的，你根本不是季家人，问季家报什么仇？你想怎么处置林家人？我不知道。 我不是齐家人，我没有亲人。小傻瓜，你有我啊！我是你老公啊！但是我所有的家人都不要我，为什么？怎么会不要你？一定是走丢了。这样，我帮你找回他们。就算找到他们，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是他们的女儿。玉佩，玉佩一定要加强他们的势力。 一定的，福大少和季饶是不会饶了我们的，不会的。逆女，你三番五次招惹季饶干什么？你手上拿着这个破玉佩，把它给我，我要摔坏它。不行，不行，它是宝贝，它能再去，再去开发势力，不行。 我妹妹就住在这种破地方，走，去接回我们顶级财阀顾家的大小姐。是，副总、夫人，那枚玉佩与 A 国某财阀家族有，很可能是夫人和那个家族的信任。玉佩还给我，姐姐，玉佩不在我这儿，别叫我姐，恶心。姐姐，咱们好歹姐妹一场，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 你这个黄花连篇的人渣，玉佩一定在你身上。高助理，给我搜。来人，动手！不要过来！季饶，我恨你！谁说玉佩是你的？玉佩是我的，是季老爷子偷走的。我才是顶级财阀的继承人。我看谁敢羞辱顾家大小姐！你是顶级财阀顾家家主。 顾景文，顶级财阀顾家家主顾景文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林如烟。妹妹，顾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会认错自己的亲妹妹吗？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么多年，我过得好苦。你的脸，他不会发现我不是。谁干的？哥哥，我不敢说。 我害怕，妹妹，你现在是顶级财阀的继承人，说，是谁毁了你的脸？哥哥，是季饶，就是他，这么多年他一直欺辱我，刚刚他还叫那些臭男人来摸我。林如烟，是你偷了我的玉佩，所以我……哥哥，你相信我，玉佩是我的，不是他的。
你的。这个月上刻着一个人，难道你叫季老？难道你叫季老？顾总，你的亲妹妹是季老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才是。如烟才是真正的季老。顾总，这是我和如烟的亲子鉴定，如烟和我没关系。当年我们是给她两姐妹名字互换了。我顾景王不会认错人，如烟就是我亲妹。你，对对对，顾总慧眼识珠。你们伤害了我妹妹，我要替她讨回公道。来人，这两个狗男女给我按住，让他跪下给我妹妹磕头道歉。跪下，给我舔鞋。顾总，你确定要羞辱鼎盛季总和 FU 集团的副总吗？舔鞋，你也配？你低级愚蠢，顶级财阀家族也不过如此。哥哥，你为什么不杀了那对狗男女？鼎盛集团和 FU 集团虽然实力不及顾氏，但是只要他们联手，恐怕……废物，顶级财阀家族就是个废物。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买几套玉龙湾的房子啊？这些年来我一直吃不好住不好。大小姐，顾总准备送你万亿。好，可以。谢谢哥哥。季老，既然我又冒充了你的身份，可能你就没有这个富贵命吧。哎，恭喜副总成功收购富士集团的。谢谢刘总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我老婆来查岗，失陪，对不住。季饶，今晚你就要睡了你的男人。哎呀，老婆，好，我接你。先挂了，应酬。呀，不好意思，老婆查得紧。来，咱们为了咱们这个项目干一杯。来，干来来，感谢感谢。副总，也不告诉夫人。没有，相信我就好。远晨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伺候你。好啊。远晨，我帮你脱衣服好不好？好啊。林如烟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老公在干什么？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滚！季饶，季饶，季饶，你听我解释。知道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，我下次不敢了。男子汉大豆腐，不许撒娇。好，不许撒娇。要撒娇，回床上撒娇。叫一声，你拜拜。谢谢老大。顾总，林如烟啊，不是大小姐，发生意外，正在抢救，院那边让家属立即给我输血。这谁干的？是季荣，去把他给我弄过来。如烟要事都三长两短，我有老婆一个。是。我护士，我妹妹她。那您这边女士血型不高，可是被好在是您这边女士被抢救回来了，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那血型非常罕见，全国只有一位女士为您血型相匹配，所以那个女人是谁？抱歉，不方便透露。耿若英，是吗？阿母，全国调查。跟我血性一样的人。顾总，你应该在林如烟死的时候再叫我。
哥哥，他想杀我。林如烟，居然敢冒充我妹妹！你居然敢冒充我妹妹！不，我没有。霍总，那个和你血型一样的女人找到了。谁？是季柔。季柔，原来你才是顶级财阀的继承人，我的妹妹，顾家大小姐。放手，我不是你妹妹。你就是我亲妹妹，我没认出你，我该死。顾总，你怎么证明我是你妹妹？就算你是我哥哥，我也不会原谅你。顾总，林无烟自杀，她求您回去。她死不死跟我没关系，亲自报告给我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是我亲妹妹。你怎么证明这报告是真的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跟林夫人做亲子鉴定，若证明你不是她女儿的话，就是我亲妹妹。哎，郭总，你找我老婆有事吗？为什么小青又犯了？哎呀，谁的电话？是顾景文，他让我明天跟季瑶一起做亲子鉴定。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！爸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杀了他！爸，绝对不能让他跟季瑶做亲子鉴定！怎么，有心事啊？没有。说，到底在想什么？怎么，又想伺候富婆了？走。我们的婚姻有效期是三个月，还续不续了？续，再续一辈子。什么？我爸死了？林如烟，你居然弑母！是你杀了我妈！你害怕做亲子鉴定事情败露，所以你才杀了他。害怕事情暴露的人应该是你吧，林如烟。你就这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吗？什么叫做抢？就算我不是顾家大小姐，你也不许是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疯子送进监狱去。副总，别冲动，如烟受了刺激，神志不清了。既然你妈妈是意外去世，你去看她最后一眼吧。我为什么要去看她最后一眼？你爷爷的玉佩在你妈妈的房间里，还有一份你爷爷留下的信。等我。哥哥，你要去干什么？滚开！谁是你哥哥？副总，我怀疑有诈。哦，季阳，给我去死！不要！滚开！老婆，别怕。你们不许走！你们会付出代价的。我不要走了！我不要走了！哥，你还疼不疼？没事儿，不疼。你哥我呀，走。你别动了，是不是伤口裂开了？我看看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连亲哥的醋你都吃啊？当然，只要是异性，哪怕是我儿子，也不能靠近他。因为他是我哥。妹妹，给你买了十几套房子，你找你妈有完没完？那有什么办法？谁让他是我哥呢？快去看看。哦，妹妹，我哥又给你买了套房子，你看你喜不喜欢？谢谢啊。哎，
总裁，接下来再给大小姐买什么？买什么买？这妹夫比我有钱，不如咱们送他们一场婚礼吧。哥，这真的可以吗？哎，你放心啊，哥一定给你和妹夫啊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你们啊就只管负责参加就行了。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的名字？哦，这哥想让你改回来姓顾，但是得征求你同意啊，所以就没写你名字。副总，怎么了 ？A 国顶级财阀名媛邀请您参加他的婚礼。什么名媛？上面没有说，但。但什么？他邀请您当他的新郎。什么？一个名媛，什么档次，要陪我娶她？副总，我的错。滚！季瑶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副总，又怎么了 ？A 国顶级财阀名媛来了。啊，滚出去啊！你还是自己跟他说吧。啊？你拒绝我的求婚，还让我滚？傅远辰。你要造反了？嘿，老婆，说什么呢？我做新娘，邀请你做新郎，怎么？你还不愿意了？那我找别人去了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怎么，你就这么着急嫁给我？那你不着急吗？傅远辰，记住，回来。亲爱的，别紧张。傅远辰，季饶，我要让你们的大婚之日变成你们的忌日。本来他可以。傅远辰，季饶，拿命来！砸他，人来！有我呢。哎，怎么了？死了，晦气！谁死了？傅高阳，他不是蹲监狱了吗？爷爷替他顶了罪，他无罪释放。他刚才想刺杀我们，不过你放心，在出发之前，我安排了人手，我们出发去结婚。哥，我结婚呢。我知道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呀？才把妹妹找回来，就要嫁人了。哥的心好痛。你是嫉妒我结婚比你早吧？哥想说什么大实话，怎么了？怎么，自己没老婆，嫉妒我有老婆？你俩咋一个样子？讨厌！各位，我要恭喜我妹妹季饶和傅远琛喜结良缘。另外，在此我宣布，从今往后，季饶便是我 A 国顶级财阀顾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好。妹妹，你可一定要幸福啊！哥哥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还有吗？老婆，兜兜转转，每次都是你，余生还会是你。远辰，相遇、相恋、相爱。妹夫，亲一个吧，亲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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